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马上就要到我们传统的节日春节了，为了更好地保障道路安全，交警例行检查车辆越来越严格，所以大家在开车时一定要多加注意，要不然驾照的12分很快就被扣完了。交警提醒，春节前大严查，身上有这些物件查到就罚款，你车里有吗？第一个是不合格的玻璃贴膜，每辆车上为了保护车内隐私都会贴膜，对于玻璃贴膜透光率低于70%的，不仅不能过年审，被交警查到也要扣3分，处罚300元。第二个是安全带卡扣，很多重大事故都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是因为有些车主不系安全带车就会响，为了不让车子响就会买安全带卡扣，但是被交警查到不仅要没收卡扣，还会被扣分罚款200元。所以希望广大车主临近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文明驾驶的司机，为的就是高高兴兴回家过大年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别忘点下关注哦。